我们这次四月号封面故事谈到的是永续，用了一个剧场的方式去呈现。我们把场景特意的营造出一个浩劫重生中的末日感，这就是我们现在跟未来所要面对的事情。大自然里面铺满了垃圾跟塑胶瓶罐等等，我们究竟要给下一代看一个什么样的世界？现场的装置艺术、再生服装设计都是由台湾艺术家罗志信跟服装设计师陈凯恩所发想的。这次也很荣幸可以邀请到影后陆艺静、陆姐带领着两位年轻的模特儿曾爱跟范明芝一起演绎这一次的永续之翼。摄影师登半波跟林建文他们其实非常的善用镜头带出故事中的每一个细节，在一切环环相扣的牵动下，让大家去想一下我们的现在还有我们的未来。